咦，姐姐，这辆车好酷哦！打开车门，哇，姐姐姐姐，里面是你喜欢的粉色，我们是不是要坐这辆车呢？嘿嘿嘿，可爱的乔治，不是的，这是一辆校车，你忘记了？每天早晨啊，兔小姐都会开着这辆校车来接我上学啊！滴滴，呜，咔嚓咔嚓咔嚓嚓。咦，姐姐，这是爷爷的火车，我认识的。哇，真的是爷爷的火车。爷爷，今天是您来接我们吗？哦，佩奇乔治，不是的，爷爷有事儿，一会儿爸爸来接你们。爷爷先走喽，拜拜。姐姐，我实在等不行了，爸爸怎么还不来接我们？乔治，我们再耐心等一会儿，爸爸一定会来接我们的。哦，弟弟，孩子们，爸爸来接你们了。咦，太好了，我先上车。哇，真的是爸爸，我也上车。孩子们，坐好喽，我们要回家喽，滴滴。